一定要对我们。你医术再高明，又怎么能救活一个一心想死的人呢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春花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春花一病情恶化了，走，她拒绝化疗。都走，都走！我不要你们可怜我，让我自生自灭吧！你要不走，我现在就出院。赵医生，他现在情绪太激动了，让他休息一下，缓一缓吧。啊。女人花随风轻轻摆。阿姨。能行吗？让我试试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盼望有一双温柔手。春花，春花，给我把帘子拉上。我内心的寂寞。我有花一朵，长在我心。我知道你肯定有自己的苦衷，你要是觉得没有人可以诉说，你可以找我，虽然咱们俩也不太熟，但是我愿意听。人都有脆弱的时候，我也有，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，能说给另外一个人听，自己的负担就能减轻一半，就算是天大的事情，也就觉得没有什么了。哎，其实咱们俩挺像的。你看，你喜欢张爱玲，我喜欢三毛，我觉得我们俩肯定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。如果你现在还不想说，那也没关系，等你想说的时候，你随时来找我。